有民調發現，本國多數的受訪民眾對於今年本國以至全球的整體情況都傾向負面的看法，當中對於美國大選結果最為不滿和擔憂。另外，加拿大民眾對於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的觀感亦都開始下滑，最近更加被多項具爭議的議題環繞。究竟種種的事情會怎樣影響本國以至是全球？時事平台星期日晚8:35同大家一起討論。